吗？那当然，一定看过。那个手套好多人在买。那你确定就好。其实我就说，其实李智前根本就是无限手套的主人，因为他在戏里面呢，常常都会。然后说不定哪天这样，人呢，那都没去啊。速速就这样消失。你可以抬一下，然后让我长高吗？如果如果是照剧里面的，应该是不见的，一都消失的。妈呢，那老公，你看是不是有一点障碍？我说了吗？九阴白骨爪吧。我自己配音。